思？没有，我们知道走了吗？计程车来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是什么梗？哎，咸酥鸡终于来了，是？哎，对啊，哎，对啊。哎呀，拿回来讲。哎，对对，做零食啊，对，这麦卡贝风格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们是个很随性的一个节目。那再做一下好了。哎哇，第一次来到麦卡贝，拉链都拉起来了。我怎么拉起来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摸一次。没有，因为想说就是剩下几分钟就十点了，想说再留你们下来再聊个天这样。好，来 ，OK 啊，看你们什么问题想问圣杰，他一定都会回答。对，有加钱吗？还是没有？有加，他自己演的，有加20块，还找你5块，我也找你5块。好 ，OK。好累哦，没有。哎，可是问一下好了啦，像你们刚好看到我们广告有这群人，对，像你们刚刚的其实是算同性质的吗？算，其实，在影片创作应该算是，算是啊，算殊途同归啊。那只是我们领域不太一样，我们多了电玩，不同啊，对，那个族群不同。族群不同，对啊，可能我们喜欢我们可能是比较喜欢电玩挂的，然后又喜欢看演戏的，比较屁孩，比较想法还没有非常的成熟的，对，要不要怎么讲？我们比较屁孩，因为华盛比较屁孩的关系，屁啊，你也很屁好不好？我他刚刚讲屁啊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讲屁啊，这样，他就是屁啊，发自很真诚的，真的，如果真喜欢看一些教育部短片，也会对啊，对对对，杰哥不要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。再来我这边留言问我家大不大，我家人大不下你们，也没有面包了，好吗？小麦都割完了，小麦都割完了，没办法做面包，没有口味选。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收那种讯息，说就是头都爆了，爆炸，一定爆炸。哎，我想问你们，因为你们都是拍那种露脸的影片，你们在路上会不会常常被人家就是比如说，哎，你是谁？怎么干嘛？我跟你们分享一个，来来来，分享一个，分享一个，站在那边。有一个女生冲过来这样拉我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马太吗？我说我不是马太。骗人，你是马太？我没有自信，我不是马太。真的吗？我没有。你是网络上不是？网上那个同哎嘿嘿，对，同声，同声，同声。我不是同声，你是同声。真的，警察林检也是。哎，我在电视上看过你会开车，你是？马太，我不是马太。然后我可能，我有一次去吃那个顶光麻辣锅的时候，然后他端了上说：“我在电视上常看到你哦。”然后走掉。然后我在想，他应该说是红灯会吧？对啊，因为我不常上电视。他有一个特殊才艺，特殊才艺就是模仿红灯会，来请表演，来请表演。哎，好像哦，谢谢谢谢，已经在学了，谢谢鼓掌。哇，戳到你的点了，好难戳到，到我点了，是到我点了，真的到点了。等一下，是你们这样没认出来，都是没认成别人啊，搞什么？对啊，不认识自己，没认识自己，我认识自己啊。有啊，其实蛮长的啦，还好啦，不长了，收手。还有去电玩展的时候，我们在跟厂商聊天，那个小孩子走过来说：“哎，请问你是铁牛吗？”“我是啊。”“不要强奸我！”他直接这样。那时候厂商在旁边说：“你乖乖的，要不然我弄坏你。”然后他就跑掉了。然后厂商就说：“哎，铁牛，你都这样跟小孩讲话，你不明白，我不这样跟他讲，他不会离开。”哎，很奇怪，他的粉丝一定要这样子弄他，他才会离开。他粉丝都很被虐，他就是要听到那一句，他就是要看我弄他一下。演啊。对，弄到坏掉。对啊，他很喜欢那种被虐，就是有一些粉丝还会就是写信给他说什么，可不可以怎么样？可不可以干嘛？可不可以弄？可不可以弄？弄弄他？房间号码跟什么？然后问我厉不厉害？这真的蛮可怕的。男生，我都不敢回，因为我怕回他兴奋。对啊，我怕他什么认识一种铺广概念有没有？对啊。很可怕，好可怕！赶快贴一些剧组的美女照片给他，给他消火这样子。这个又干嘛？好恶啊！好恶心啊！那华生有没有就是遇到那种疯狂的粉丝？疯狂哦。还是有女生想要找你拍片，然后就是拍全裸的照片。嗯，这个好像是没有啦。不要盖哦，说不定有。没有在盖嘛 ？Q 妹在看呐 ，Q 妹在 Q 妹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没有人知道，自己知道，自己干掉，自己干掉。没有，我之前就是有去那个警察派出所那边，然后好像就是因为我那个手机掉，然后警察就会看到我之后，然后就是脸就怪怪，然后一直这样看，然后就是帮我写那个笔录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边有个嫌疑犯长得超像，不是这个啦，不是这个啦。然后他们就会很奇怪，他们都可能就是偷，哎，我好像在哪看过你哦。
他们其实都知道哦，他们都知道。谢震廷，他们应该也不知道谢震廷是谁，我们星光大道，他们都是。这么气啊！其实这边不需要。不录是蓝色。他们其实都知道你是谁，然后但是他们就是故意会吊你，然后让你自己讲说：“哎、欸，对我就是那个。對”对，對但是然后超容易的。对，怎么样？六三七五七七。我跟他们都说，那个就是粉丝之眼。对，就是他们的眼神，就是你一看就知道有鬼。哦，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要不就在你旁边，然后播你的影片。他会，对对对对，这种的，播影片，真的看你，其实你会很明显知道他们在看你。我这周末回家才是，我跟女朋友在转，就有个人撑雨伞就这样。就这种表情，这种表情，然后我就说走快点，然后我们就走很快很快很快，然后就走很远，然后进便利商店买个东西，出来之后他在门口，嗯，然后我就不看他，跟他眼睛避开了，然后我就走了。走之后回家之后就会收到私讯，对，今天是出现在哪里？他停下脚步了，就代表他认出你。他们有时候甚至还会就是在后面，你就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对对对，他们可能就会，例如说你在那边，然后这样，他就故意超过你这样。然后从外面，然后回头看，对，超有礼貌的。你好会学，就是这个脸啊，就这个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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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这个脸。然后第二个就，哎，真的很夸张哎，他们的表情真的超经典的。我最近比较常遇到，就是说遇到我，然后说。你是圣洁师对不对？我说哎、欸、对对谢志谢志哦没有我是鸟屎的粉丝，真的还假的、啊？对，因为 我平常都在看那个 LNG， 我听台这样子，那他有模仿你这样子，我写满的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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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满的不要不要不要，当然我圣洁师，好尴尬，好尴尬，受不了受不了，不会了还好了。不过那个其实像哎、欸、像你们就没有节目找你们开吗？开什么节目？就是聊天啊胡乱啊哎、欸、这么说好像最近好像刚好有一个机会哦、喔、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好像也是麦卡贝，对，好像是麦卡贝、喔、对对对对、哦、所以是太晚讲了吧。所以你们今天不是来打这个，刚刚不是已经准备离开了吗？不是主题，不是啊。哦，只是刚好被我问到，对，刚好被你问到、哦、真的，所以有确定了吗？哎、欸、好像是哎、欸、算应该有吧，好像是哎、欸、什么时候结果后来没有，超尴尬。对，这种后来没有，然后就在道歉。其实我一直在等你们，可是我们没有。我看你们今天一讲之后，开始每天私讯都说啊，之前说的节目，对，很有可能今天可能是补偿你们的。那来主持的还是顽童？这是顽童，你知道？知道了。大冤呢？是你问大冤，他冤他也会说。林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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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片头还是你们。太不尊重我们了吧！打电动我们也会，偷懒也不是偷懒成这样子啊。所以说是晚上的节目还是中午？因为我们现在中午也开始有开节目。哦、oh, oh, ，好像是有道理，好像是晚上的，上的是晚上的。这么讲有道理。我还以为是中午的，怎样？如果你想要，如果你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没有，不要一直下方。没有，后置哥已经在真脑呢，他一直在抱心精神。出来你就死定了。哦，所以哦，你们只有 for 你们三位，还是有别人会一起？我们应该是主要三个主持人，对对对，主持人。嗯、对啊、嗯，可能就是对。主题我还不方便说啦，等你们看就知道。哎、欸，没有问题，也不用那么拽吧？哦，是啊，有点嚣张哎。等三个月主题还没来，会不会下礼拜就是玩 game 抱抱？对，然后玩 game 当家。玩 game 才知道，也太多了，我都忘掉了。啊，终于不用低到五，低到五。没有，其实是我们把它买下来，好不好？有空再发我们上节目，有空再发我们上节目。我们变老板是不是？厉害。然后就到别的平台去干，好吧？好干，我很看好你们啊。每个人都不错，早晚有天把你墨镜拿下来。要磨，要磨，要磨，年轻人要磨。老板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个嘴脸。没有，我们麦卡贝老板没有这样。来啦，来坐坐。你小心，明天节目就被弄掉了。哎、欸，不错，不错。被弄掉，哎、欸，不错不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啦，我们期待你们的新节目好，因为我们也都完全没有人知道。我没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就叫大家在关注这样，没关系。好啦，那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然后也感谢我们的 Kingston 赞助播出。谢谢 Kingston。在下方，没有下方了，好不好？下方这边有圣洁喝的饮料。你摸到聊天室 OK。好啊，那大家也可以加入他们，然后订阅他们的频道，这样子。那今天感谢大家陪我们到10点，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看。
卤蛋当家，拜拜拜拜拜拜。